因为晚上，不看不见，听到水响了之后呢，那就有一种惧怕心理，再下来了。就没有下来，所以家具几乎叫做没有抢起来。What has he lost？ 那你跟我们说，你就说一下你。这第五十洪峰呢，不可能超过第三十洪峰的这个高度，所以对于防洪这一个这一块来看的话呢，我们比。这个就是第三次洪峰呢，可能要轻缓一点儿。师傅。不知道每天每人一斤米，油盐的都有，还补发的有柴呀、衣服啊，都给我有。下来，先下来，人下来。不行，不行。我写要一份，不是的。谁？除开少部分房屋能够就能够保存以外，其余的所有的财产都毁于一旦，全部损失，包括基础设施。包括这个农民的家财以及农作物。Thank you.